这次我们到了师大夜市，也可以透过下面地图的红点来观察我们走到哪里了。首先先看我们右手边的卤味，有多种食材选择，付款后就可以到地库等用餐，而且有不同辣度可以选，喜欢吃辣的满推荐中辣以上。在前方右手边是盐酥鸡，那里除了盐酥鸡外还有其他酥炸的食物，很适合大晚上买回去配着罪恶感一起吃，特别好吃。然后前面不远的左边有卖沙威玛，不只有几种口味可以选择，等待期间还可以看着肉架旋转，疗愈。之后我们要到的摊档是在前面左转的地方，分别有挂包，还有菠萝包。在我们眼前的就是挂包了，是名副其实卖挂包的摊档，可以要求要肥肉或瘦肉，咬下去都是肉，很满足。最后我们要到的地方是前面也是最角落的菠萝包店，是提到香港菠萝包就可能会想到能来师大夜市买的店，而店名好好味用粤语面试叫好好美，无论有没有加奶油还是点其他口味也好吃。希望游玩这次的师大夜市后会让你也想来吃吧。